花两只吃的火车，吃不下还吃，谁忍得住啊？我看你们女人啊，就是精神世界空虚，人太闲，哎，才会天天这么爱八卦。哇，你看，又有星光了。嗨，大家好，什么跳过飞机、跑过雪山、切过人脑子，就算没有在穿睡衣，也总是在穿睡裤的心理博主阿鲁姑姑，立正心理学为你解决一切问题。先来问问大家，吃瓜八卦的时候大家开心吗？不开心，觉得八卦很无聊的请扣一，觉得八卦太快乐了但是悄咪咪的又不想让人知道请扣二，觉得我就是光明正大超爱吃瓜请扣三。对于八卦，大家总有一些固有印象，觉得自己不怎么八卦，觉得女生喜欢八卦，觉得八卦没有什么意义。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有关八卦的心理学。老规矩，三连一条龙，走起。2021可算是魔幻开年，大家一边孤寡孤寡堂里揍啊，一边吭哧吭哧月下做茶。汪峰老师成了最强瓜田预言家，微博成了最新送子菩萨。最近大家肯定是八卦的不亦乐乎啊。但是有没有人想过，平时我们每天花在八卦上的时间有多少呢？大家可以把你自己心里的答案打在公屏上，让我看看答好了吗？我们一起带来这个数字往下看。有些神奇的人类啊，不仅想知道自己每天花在八卦上的时间有多少，还想知道其他人类花在八卦上的时间有多少。比如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学者们，为了更了解八卦这一行为，探究人们在八卦的时候有哪些行为特点，这些心理学者就做了一个关于八卦的研究，结果发表在了《社会心理学和人格科学》期刊上。实验对象共有467人，包含269名女性及198名男性。实验人员在他们身上安装了窃听器，将他们全天的对话随机采样，最终计算出一个人每天八卦的时间平均有52分钟。这还是单纯聊八卦，不包含看八卦的时间哦，是不是比你想象中的要长那么一些？通过实验，他们还发现了一些颠覆我们日常思维模式的事实。首先就是性别分布，平时一说八卦这个行为啊，总让人觉得跟女性有关，但实际上研究发现，男人和女人同样八。数据显示，两性之间分享八卦的时间并没有显著差异，而女生高出了那么一些些时间，是多在了描述故事细节上。而日常中，我们常常感觉男生不那么喜欢八卦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下意识会在异性面前隐藏自己八卦的属性，而是倾向于通过谈论政治、经济、艺术等等高端话题来展现自己可以作为伴侣的卖点。话说我们好像在实验里面总能发现，男性的生物本能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为了繁衍而努力啊。所以下回说八婆的时候不要忘了带上八公哟。男同胞们不要杠我，不是我说的，实验说的，我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实验放送机器。其次啊，相比于八卦明星，我们其实更热衷于八卦身边人。每次平台上爆出关于明星的猛料，都是一时激起千层浪，朋友圈、微博上，所有人都陷入了吃瓜狂欢。但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相比于明星的瓜，我们更喜欢吃熟人的瓜。毕竟吃瓜之前都要问一句，这瓜保熟吗？明星的粉丝啊，动辄100万作为基础的衡量单位，很容易营造出一种全民吃瓜的假象。但是这只是因为粉丝基数大导致的传播范围广，还将很多圈外路人卷入了这场吃瓜盛宴。冷静下来想一想，是这么爽气氧给你的冲击力大，还是班主任气氧给你的冲击力大？当然是班主任气氧更震惊啊！郑爽气氧在你这里热度可能只有几天，但是班主任气氧你能说一辈子。那为什么我们每天会无意识地花这么多时间去八卦呢？一，从动力心理学出发，窥探他人隐私的行为可以说是从远古时代我们祖宗那里进化出来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我们跟我们的祖宗一样啊，就是了解周遭环境越多，就越能保障我们自身的安全，去规避危险。这种窥探的冲动存在于我们的本我里，也就是潜意识中追寻最原始的人类需求和快乐的部分。而遵循着社会道德文化追求完美理想形象的我们意识层面的超我的部分，会在我们想要对周遭的人事物刨根问底的时候掏出天马流星锤对我们当头棒喝。而这种遏制是因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学习到的道德规则告诉我们这是错误，于是这一局超我胜出一筹，把我打得明明白白。其实当我们在讨论八卦的时候，虽然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是悄咪咪进行的，但这个本质上还是属于一种私下被允许的消遣，参与这个行为的所有人的窥私欲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满足，这无疑让我们的自我暂时性的挣脱了超我的限制，占据上风，爽歪歪呀！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愉悦，还感受到了安全。因为很多时候八卦确实能让我们了解到很多秘密信息，比如某某医官可能是个禽兽，进而规避很多不必要的风险。二是类似于灵长类动物梳毛理论，动物世界里我们常常能看到两个灵长类动物在那里互相给对方梳毛，这个算是猩猩社交当中的投名状了。我们的祖宗可能也跟他们一样，像后面作为维护亲密关系、增进感情、建立同盟这样的社交行为，想想那些男友的摸头杀，突然有了一丝不一样的意味。研究发现啊，灵长类动物里面享受被梳毛的这一位，脑子里会分泌一种叫做安多芬的物质，使他感觉到平静愉悦，类似于吗啡的效果。顺带一提啊，科学家也曾经把猴子脑中的这种物质的作用路径用药物阻断，结果猴子们就变得十分焦躁，一直要求同伴给自己梳毛，希望能够缓解这种焦虑。那我们人类的 DNA 跟灵长类动物是最为相似的，但是想想要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互相摸来摸去，好像八成也是不太对劲。而且现在我们群体数量也是太多了，一个个摸下来那得多累啊，摸一天下来还不精疲力尽。经济
好在我们的语言中枢牛批让我们变身千手观音，可以一口气撸遍在场所有人的毛。于是我们的语言接过了社交这面大旗，通过信息分享、态度的表露，将梳毛所能够达到的维系亲密关系、增进感情、建立同盟这些功能完美转嫁到了语言交流的过程中。从某个角度来看，八卦好像推动了人类的进化。而且研究证明啊，我们在分享八卦的时候，脑中会分泌一种叫做催产素的物质，不陌生吧？它跟被梳毛的猩猩脑子里分泌的安多芬作用差不多，在八卦能够促进亲密关系社交这件事情里，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生理作用。当然啊，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八卦可以看作是融入一个集体的捷径，无论在这个行动中我们是主动还是被动。记得恋爱那期我们说过吗？分享秘密使人感情升温。反过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当我们被集体接纳的更快，获得集体认同感，又能进一步减轻我们的社交压力。这么看好像八卦拯救人类。所以说，适度的八卦不仅有助于我们规避风险、巩固社交关系，还有益身心健康。当然啊，凡事适度很重要，要是跟那烦人的亲戚一样天天怼脸八卦，那大概他自己是快乐了。受尽折磨的听众可能想掏出30柄大刀自我了结，但这也不用慌啊，快过年了。要是大家想看下一期，我就提前来跟大家讲讲如何在过年时保持耳根清净的中华语言文明艺术，保证让你的亲戚觉得既有礼貌又无言以对。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防走丢，再给我一个免费的长按点赞一条龙鼓励鼓励吧，你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谢谢。感谢舰长陈汪洋儿为本期视频贡献海量素材。